计划书好有创意。你个员工几多岁噶？老板娘，啲菜式好独特，新请嗰个厨师几大年纪啊？早晨，陈经理，个个员工啲事都好咗噶。啱啱升职嗰个主任乜嘢岁数噶？谂真啲，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，做老板嘅又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？不论年龄，唯才是用。